大家好，我是阿阳。今天他们这边很重要的节日啊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所有的商店全部没有开门，大中午的，现在12点了，只有这个开门了，这个是卖烟的。看那边，所有的商店基本上都在关门，不营业。所以上一次我们买了很多东西。看这里，现在过节晚上也没什么人了，之前晚上人很多，走都走不动，今天过节了，我估计明天后天应该人都很多了，晚上也不开门，只有少许的几家卖吃的开门。这里还有那边，你要啥呢？这个。这个是啥？这。这是啥呀？这个。刀吗？行，想吃哈密瓜了，走，切哈密瓜去，走，我给你切。哎，怎么了？啊，行，不要碰到自己了啊！切哈密瓜吃呢，刚才回来的时候买了一点哈密瓜，发黄了没有？哎，垃圾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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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里，哎，这个哈密瓜还可以啊，看这边发黄了，这边还差一点点。这个哈密瓜吃着，哎呀，它舔了一下，肯定甜，不甜我估计不会发黄。外面冷，今天外面刮风刮得很大，而且还下雨了。刚才我送货回来，这是买的，被雨淋了。什么？怎么了？哎，好好好好，来，看甜不甜？啊，他也吃，行行行，甜不甜？啊？哎。啊，那个在那画画呢，看，赶紧吃，自己拿着吃。怎么了？哎呀，正常，拿着吃啊。哎呀，大口吃，这一口咬的不小。嗯，吃。哎，看大口大口的吃，现在吃这个刚好凉凉的，甜甜的。因为现在不热嘛，晚上又加上刮点刮风下雨，外面。平地。嗯。嗯，单吃，单吃八的。对。爸爸好热也是没有，过了爸爸也是没，他妈的有个猪来也是。你想做抽签了？不要。啊。巴拉克。哎呀，他想去游乐园儿。哎，这个一会儿吃完了，挺好吃的，这个挺甜的。刚刚我吃了一口，看现在哈密瓜吃好了，跑那边去了，给他用那个湿纸巾擦擦手，擦擦嘴。吃的就剩下两块了，这两个吃的，我女儿吃的比较多，那个就吃了两块，我剩下的全部被我女儿吃了，就剩那两块了。现在什么？哦，说他。说的给他扎好头发，被他抓的抓散了全部。嗯。哎，你买的？妈妈。妈妈买的，买的衣服。嗯。妈妈，你看我女儿要抱这个衣服。妈妈抱了也是。嗯。明天是白天，tomorrow baby 就来也是。啊。秋千。还有那个小蹬车都被称为猪拉，他们这边。哪一个猪拉也是？有。啊。妈妈啊，行。妈妈可以。我丈母娘给我还没有出生的孩子又买了一套衣服，这套衣服怎么着也得10000块钱吧？打开了。哎，又开了喂。又哭了也是不怎么哭的。打开。啊。啊。行。好，就那样行。他非要打开看一下。对，那时候是我丈母娘那时候给我女儿买了衣服，对，买了那个叫啥？啊？我不喝。还买了一个那个首饰，但是那个首饰虽然是买的金的，但是我女儿刚开始没有戴，那时候小嘛，过没有多久就戴到那个小壁虎身上去了，现在也不知道搞到哪里去了，我估计被我二舅哥他们给卖了。现在打开看一下有没有烂的或者干什么，如果有烂的抓紧时间跟别人换，如果不换的话到时候时间长人家不认。嗯，有少不拼的也是意思吗？不好意思啊。啊，就在我们附近啊，就在我们附近这边买的这一套还挺漂亮的，看
这个是包小孩子的。怎么都用胶带粘着呀？胶带粘着到时候有胶，那个胶不好洗。我丈母娘是前天领了我老丈人的抚恤金。这啥啊？这个我丈母娘在检查那个呢，帽子。对啊，裤子。对，哎，看我女儿拿着那个，拿着那啥呀？这个啊，她想打开呢，让我老婆给她打开。开吧，开看看吧。啊，怎么了？啊，擦嘴的。哎呀，我这个女儿她现在不一定说中文，还有这个乌尔都语，有时候她说话和我说话，说着说着说咱们中国的话，然后就开始说这边的话了。说咱这边的话，说着说着就和我老婆和我丈母娘说中国话了。但是她中国话还有这边的话都会说。嗯，挺漂亮的。这个还要洗一下呢，洗一下到时候再给小孩子穿。不洗不行，不洗不干净，太脏了。因为之前我在服装厂做过服装，知道这个服装厂什么样，所以必须要洗。因为服装厂那个衣服上的那个毛毛啊什么东西到处飞，沾到这个布上面了，重新洗一下。全部打开了，这都好了。今天视频就录制到这里，非常感谢大家收看视频，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。我是阿阳。